尿尿尿！大家好，我是 Claire。Hello, hi, I'm Kevin。爹爹啊，来台湾这么久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没吃过猪肉，总是看过猪走路吧？当然有听过啊，我不只是吃过猪肉，看过猪走路，还抱过猪。尤其我今天要用这个猪肉呢，来做烧肉料理。哟，听你这样讲，你好像对猪非常了解咯。啊，不敢这么说，可是呢，很多人都认为我是猪肉料理达人。真的，你烧的猪肉都挺好吃的。好，那今天我就好好来考你一下。到底我们今天要用的这道菜的部位是哪个部分？没问题，因为呢，今天要烧肉呢，要烧的久，要烧的入味，所以最好的部位就是五花肉，就是腹斜肉。这好像有跟你考题泄题了。这边哦是三层肉，所以它很耐烧。对对对。Okay.真的，我老公花很多时间跟那个卖猪的那个摊贩了刮干净呢，才可以抓住每一个部位，对不对？ Right. 尤其今天我们烧的猪肉啊，要用中药入菜，所以呢，它可以去油、去腥、解腻。哎呦，然后呢，还不错哦，它又更健康。好啦，那我们就要请那个自然食疗的专家陈博士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样建议了哈，你脂如何把这些脂肪去掉？三餐吧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蒜蓉导油啊，用什么东西？用这种东西去熬成汤。做酱，熬成酱，去淋在那个三珍辣边头。对啊，我们想怎么要问你的导游啊，用这个，就加了这个，哎，这个 idea， 又有点酸性，是，又好吃。所以你，哎，难怪我们客家人，你看哈，我们有酸菜鸭，酸菜酱的功能也是把那个鸭的那个酸性平衡，所以依然留住那个梅干扣肉的味道，可是肉来沾这个酱啊，也一样。对对，那个味道不一样啊，你试试看呢。北方的那个大陆的那个酸白菜白肉锅啊，也是有这样的同理心。有，对，因为北方人他用的要比较多的脂肪来做劳力，所以他一定要吃五花肉片，甚至回肉，对吗？对。可是呢，有些人高血压，这慢性病怎么办呢？通常都是加这个下去煮，这个叫这个山楂，还有要不然就是乌梅哦，其他的料。就是加下去是加强它本身，因为肉本身也就有养分了，不要加太多的养分。可是其他加进去的话，就是调味。调味。可是调味不会让肉吃起来太腻。吃东坡肉的时候，你咬下去，哇，口感很好。可是心里的负担，那个回了哈。可是呢，它会哈，你加了这样东西进去呢，它那个它会分析，它会分解那个脂肪。好的养分粒子就比较小，它就可以吸收，啊味这个口味又很好。那大的脂肪它就不会把它消掉，就变成比较大颗，它就吃进去的话，它自动就会排掉。哇，真的要谢谢陈博士的讲解，让我们发现用药材来入料理的时候，原来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爱吃的人不用那么担心。OK，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制作这个不油不腻的酒糟烧肉。That's right， 部位就要烧。挑的对，你看哈、这块肉，哇！我刚才说哈，因为我们要烧的久哈，所以你看哈，它这个肉哈，要挺。如果你买的散散的五花肉哈，你烧的会哩哩啦啦，会骨肉分离掉。你的可是如果它黏住一层一层 ，OK， 好，那它很好。可是呢，五花肉它很长，所以它到这个尾端呐、五花肉头啊，它就有软骨。硬硬的软骨有没有看到？你看一根，这边一根过来，这边一根过去，这边一根过来，所以小孩子吃到哇，软骨有时会噎到。所以我们要跟卖猪肉的那个老板讲喽，我不要靠近软骨的部位。可是这一块呢，我们来做那个水饺肉很好，很香。
OK， 好，这一块很好。然后这一块，你看有一根一根的骨头的这一边很好。OK， 那我们今天要烧的猪肉哈，我们要整板来切。OK， 好，你看把叫老板把皮拿掉。好，他一定要留这个油，因为我们是要吃三层肉。如果你把油留掉，那我要留皮行吗？皮呀、啊，其实你做烧肉哈、哦，吃这样子哈、哦，嫩嫩软软嫩嫩，很好吃。OK OK， 皮有带 Q， 所以我切到软骨这边。OK， 好，一板下来。你知道吗 ，Daddy？ 我们可以讲很流行吃叫做走马肉，就是用酒糟去腌肉。对，我们都是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再来烧。对，你切一片一片再来烧哈，你就很难逼掉这些油啊，就会融在那些里面。对，因为这一块哈好吃，可是有脂肪，那你起码呢，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多一点哈，还有上面表面逼出来多一点哈，你烧起来哈更健康。所以你先不要切一片一片，你看我们现在来干爆。我以为切成一片一片的话，它比较多面积啊，那就可以把油逼得更多。会啊，我等一下烤完整板，我还是会切一片一片去逼油啊，一片一片的油哈。那我们要先腌 ，OK？ 那腌什么呢？葱姜蒜酒汁。对，很简单，我们就把那个这个葱姜蒜酒汁腌下来。OK， 要腌哈，隔夜或半天最少。好，因为我们是整板，白胡椒粉。给它按摩一下，对，这样子 ，OK。然后呢，一点点香油就好了哈、一点点 ，OK。然后酱油，哦，酱油比较多，可是酱油你让它入味哈、配酒糟很好 ，OK。哦，酱油就是增加它的香气。哦，你会看到哈、你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腌这么一大块的那个五花肉啊，也不用太多的寿司，一直把它泡在里面入味。不用，你就是给它腌，就刚好就够了。腌隔夜哈、它会吃到味道哈、这些好处啊，葱姜蒜酒汁会吃到肉里面。你看，像腌好隔夜的样子。腌好隔夜哈、我稍微、很干爽哎。我没有，我已经有稍微擦干了， 因为我们要来干爆。如果你没有把这些一点点的汁，它吸掉还会有点汁，好、那剩下的汁把它擦得干爽，它逼的油更多。哦、如果你的汁、你的调味料只有一点点，可是很奇怪，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嘞。对，很舒服的味道。你看哈、这个三层肉，而且它颜色不会那个，好像我们客家每次都把酱油放很多。对，所以我们吃的脸黑黑的。提香就好了哈、不要黑黑的哈、okay。然后你看这个肉很美，尤其这个是黑毛猪啊哈、哇，这个东南亚很少黑毛猪，就没有这个口福了。OK OK， 好，那我们这个哈、整板来煎，我这边热到400度哈、给它这样煎，先煎这一板，因为这一板的肥油有一层呐、所以你煎这一板可以煎3分钟，煎给它哈、更金黄色哈。它会好吃，这一板呢就煎2分钟，你煎得太干，那你的瘦肉哈、就柴柴的 ，OK， 所以我们就整板，就这样，很简单，这样比较容易。整板它有重量哈、它粘得紧紧哈、它逼很多油，那整片金黄色，让你的肉哈、不油腻，然后更没有肉腥味，然后呢，它挺上来的时候，你再来切哈、你的肉一片一片可以切得很美。这样切一片、我知道，先用干爆上下两面之后把它定型，逼油去脂之后再来切，对不对？你看哈、这一段我们刚才说哈、它就是散散，对，有软骨的这边哈、比较散，这个地方拿来做那个绞肉。然后你切的话软来软去啊，你这样很难切。所以通常他们都拿去冷冻再来切。可是有些时候你刚好买到新鲜的肉，不冷冻它更好吃。Yes， 对。好，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哦、我们在这种家常的爱吃的料理里面呢，加入了药材之后，对，特殊的效果。今天是加什么药材？今天我们加这个黑妈妈的一粒粒的，叫什么五味子？我以为是你要放硬皮啊，欧导林。不是不是，其实哈、这个五味子哈、因为肉是酸性的，然后这五味子啊，我觉得博士配的好。这五味子哈、你吃吃看，它带有点酸，可以吃吗？所以它带有点酸，结合你的肉，我觉得会有没有点酸酸的？OK， 好，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热水哈、加下来。哦，待会我们就用五味子泡出来的这个水啊，直接来烧肉咯。对， okay。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滤出来，那你的肉就不会吃到一粒一粒的药材呀、好， okay？ 那我们今天还有加另外一样东西，除了五味子以外呢，这个我们客家人常用，其实它也是算药膳的一种，就是酒糟。对，对不对？酒糟，你看我们今天哈，其实我们在节目有教过哈，怎么酿那个红曲啊酒。OK， 那剩下的这个酒其实我们已经倒出来煮鸡了。
喝掉了。烧酒鸡 ，OK。那剩下的这个哈酒糟哈，其实来烧肉很好，可是呢，酒味会比较少，因为酒被我挤掉了 ，OK。可是外面其实有卖酒糟，这也是我们客家人的，它是有点是红曲酒酿，对，但是它有加盐。有加一点盐，是咸的，所以要记得哈、哦，酱油只能腌一点点哈、哦，我们不能腌盐巴，不然你的肉会太咸哦。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酒糟哈、哦、来烧肉啊，它会让它更滑嫩，嗯，你的肉会更 smooth， 因为它里面有糯米去酿的酒。OK， 我觉得像我们有采访过，你知道眷村里面常常他们用的是一些，妈妈们喜欢用酒酿汤圆，那我们客家人呢就喜欢用红曲酒酿啊来腌肉、腌鸭肉、鸡肉、烧猪肉，所以它异曲同工的效果就是它有活血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分钟 ，OK， 你看逼多少油啊，观众朋友，你这个油逼出来，可是它依然还有吃到一些脂肪。像烧，真的叫烧肉，你看，真的叫烧肉，好像烧那种哇，我手都叫小巴掌，你不是说小巴掌，你是小巴。Okay. 好，那你会发现，你整板在烤哈，它不止逼多油呢，它整板哈，它有一个重量，它烤得很美。啊，很金黄色，会很 Q。可是如果一片一片，它倒下来，倒下来，你就烤不到了。对，你的一片一片肉会形状没那么漂亮、啊。对，其实我常常觉得，Daddy 啊，他就是 Kevin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精益求精啊，就太 professional 了。我们客家人就是一片片放在酒糟里面烧肉嘛，放在锅子里加五味子，就这样煮一锅不就好了吗？嗯。可是看我们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专业在这里，如何省工。然后效率要提高，像这个逼油的效果就增加了。对，还有成品呢，在干爆的时候，那个美感也会增加，很有成就感呢。时间到了 ，OK， 那你看哦，因为你整板哦，现在又好翻，你可以翻侧面，你看这一片也是很美，然后再翻侧面，还让它站起来。哎，对对对，如果切小片，小片都没办法站起来了，对对对对，都躺着了。好，那它会有一点这样子，没关系，因为有腌酱油、，OK， 好，酱色。刚才第一面三分，这一面两分，侧面哈、哦、一分半就好了。只有肉不重要啊、不够哦，还要有菜。你看，谁要均衡，一定要均衡，一定要多菜。OK， 那今天呢要煮这个菜哈、哦，我今天这个菜呢要煮之前其实已经洗好哈、哦，你给它哈、哦，比如你已经沥很干了，干巴巴，你给它再浸冰水一次。OK， 好、哦，那这个呢？等一下我们要整颗煮，为什么呢？你会看到哈、哦、这个嫩的青冈菜它不是很大根的哈、哦、它很容易熟，所以不要把它拔一个一个起来，拔一个也不美啊，不美，因为我们垫在底下要整颗、如果是炒，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拔开来洗啊去炒，可是里面会有，可是如果真的要当做盛盘，因为你煮好吃的料理要记得要配色还要均衡，那这时候要维持它完整性。对，你看，所以在梗的部分哈，你买有机哈，它还没洗它是软软的，OK， 所以我们要洗的时候是很挺的，这一颗跟这一颗有差别、OK， 所以呢它里面会有那个泥土。那我们第一个是用葱，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要强调说洗菜处理是第一要葱。对，好，那你就这样葱 ，OK， 把它泥土哈，可是有些泥土哈冲不到，夹在夹缝，夹在夹缝冲不到，那怎么办呢？一片面又不能剥、okay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刷，用牙刷刷。谁会想到用牙刷来刷菜呢？我啊，就是因为那个我要吃了整根的营养，所以呢，它的泥土啊，用牙刷，用小一点牙刷进去把它刷一刷，有没有？连牙刷也用到了哈、哦，它还没有挺哈、哦很好拔开，因为它现在软软的 ，OK、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新伤口，再制造新伤口，给它新伤口，然后呢去浸泡，直立浸泡，全部这样子把它浸泡下来 ，OK， 然后呢洗了。二十分钟，如果有机菜洗十分钟，换水再十分钟。OK， 好，那它就这样七七叉叉很脆，有没有？而且你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其实这个食物你清洗的够哈，其实重点是吃到你肚子里去。如果你要吃的更健康，你当然要洗的比较彻底。好，我们这个哈就在煎，你看哈，煎了四面了。好，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切咯。现在我要切，把它，你看这边哈。哇，逼很多油，油先不拿没关系哈。那我们把它切大概一公分，你看现在就比较好切了。OK， 这有点像在传统有些做这样的料理，他们为了要好切，一种是冷冻，另外一种就是把猪肉啊，我们客家就是杀锅，对，先穿烫，对，
不要。可是川菜容易把肉的甜分释放到。我刚才有说过，当你已经哈、都表面煎好、它很挺，你可以切得很漂亮，一公分就是一公分，这边一公分，这边也一公分，这边上面也一公分，嗯，很均衡，很均衡。然后你再可以当做请客菜。对。其实我觉得不要说为了请客才做讲究的料理，平常在家里呢就要有个习惯，就是每一道料理都要用心煮。那用心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得到的 feedback， 菜也会有 feedback。对，就是你煮的又漂亮又好吃的时候，你很有成就感。哇，这个山头肉够美的，我只有把底下的肉啊哈。哇，真的很美呢！你这一块可以去那个竞选了，去参加比赛。可以参加比赛哈，你看。那你这样切一片一片很均衡哈 ，OK？ 你好像在吃牛排一样切开了。好，那我们有这个油在里面烧哈，不用担心。等一下哈，先不要马上煎出来，等一下烧到最后有没有哈？再把油倒出来，它油会分离哈、所以呢，你这样煎每一面把它煎一分钟 ，OK？ 好，这样把它煎一分钟，你看 ，OK？煎完一分钟以后呢 ，OK， 这一边一分钟，那边一分钟。那现在我要下冰糖，冰糖先给它下来哈、让它晾一下，因为它有油，对不对？它会让你的肉啊色泽亮出来 ，OK， 这样子哈、冰糖下来，然后再翻面一下，给它晾一下。好，它这样也比较有油亮、这我可以帮你做吗？可以啊，我有荣幸帮你做吗 ？OK，OK， 给你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加酒。烧，然后淋的时候一坨下去，不是，就这样每一个这样放如果我们用很多的寿司去烧，我们会吃到比较多咸，所以当你太咸你就加水。可是如果你像 Kevin 这样子的方法，就是很有耐心的每一片都有抹一点酒糟，那你就不用一大堆酒糟呢去把它入味，变成要吃太咸。对，还有就是说，因为你的酒糟马上下到下面哈，因为它是糯米，它狗狗黏黏很容易烧焦，所以你把它放在肉上。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把刚刚泡好的五味子水，五味子哈，它已经那我们就全部倒下去吗？对，那我们就这样子哈。放在它的洞里面、还要这样子哦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两个一起弄好好 OK 这样洞里面 OK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呢给它烧 OK 滚了然后转275度给它烧到它嫩可能厚的话可能要40分钟 OK 烧到最后的5分钟我们再来加酒糟再上色一下它会更美 OK 所以我这边有留1/4杯的酒糟五味子提味法，五味子药性温和，主要功效为补气及健脾。用热水冲泡10分钟，将汤汁加入锅内炖煮，不但可去油腻，还能增加口感。好，那我们现在煮菜咯，菜洗得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菜哈 ，OK， 把它种下去。你看哦，这个梗很容易这个叶子很容易熟哦。你给它站在上面 ，OK， 那整颗这样子啊，这边有梗保护它，所以你给它站在下面，就是给它站立着，所以要够多 ，OK， 你看哦，你这样把它放。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菜要鼓励均衡哦，像我这边有塔菇菜，我们家里菜要有不同种类。然后这塔菇菜的梗就跟它不大一样，它熟度差不多，你把它种进去，OK， 好，有时有，所以有些时候同样在烫青菜，可以一次烫3种不同的蔬菜，同样，但是要选择有梗差不多的，对，差不多，像这个广岛野菜，它梗很容易熟，它薄薄的，不是粗粗的，可以同步下 ，OK， 那你就同步下 ，OK， 这样很好，把它种进去，这是第一次。每次 Kevin 为了要节目真的我们常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如何锁住营养，所以常常就会有一个隔一个晚上，明明昨天晚上蕊好的稿了，已经设计好在早上起来就说，我想到了，妈咪，上帝又给了你个 idea， 怎么来煮这个菜会比较好吃？对，对不对？然后比较慢熟的在外面保护它，所以这样子就是梗会快熟，没有梗会慢熟，这个更细，对不对？好，你把它栽在中间，这个中间它又长，所以你不会压到它。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盖起来哦，冷水哦。好，要把它压上。冷水开火 ，OK。因为菜很快，可能1分钟到1分半就好了
中火，不能小火焖哦，小火焖一定会黄掉。OK， 再来，如果你吃肉的话，哇，我们有一个减脂茶。OK， 这道料理很棒的地方是，当我们有吃肉有吃菜，可是呢，吃完这样的一顿料理之后，要有一点点消腻，然后又可以让你感觉比较安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美颜减脂茶，我们用到的这边有是洛神花，还有山楂。山楂。所以很多人家说要帮助消化，通常会给你山楂水，跟那个还有乌梅、陈皮，还有这个甘草，就这么简单。那这四样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以前我们的方法都是直接放在一个茶壶里面煮了十分钟，然后就水倒出来喝。那今天要教大家一种用这么好的药膳，有时候我们可以一次呢当两次泡，对不对？ Okay.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所以我们先哈、把它装起来，给你装。好，你如果装起来，它的味道不会那么快出来，所以你可以第一泡煮十分钟。然后呢，因为我们不可能喝那么多热茶，煮完十分钟后呢，如果你晚上想再喝，那你又把它倒出来，你不要放在布包，把它倒出来煮第二泡，它的味道又是会出来，所以你两泡都好喝。因为如果你马上全部丢到水里面哈，又要捞它又什么很麻烦，所以你现在就把它装好。尤其像甘草、乌梅、陈皮哈，对，泡开之后它长相不怎么好看的。对，这边哈已经烧了半个小时。哇哦，你看，妈咪，你看这个酒糟在上面，然后这个肉哈、已经是哇软 Q 软 Q 的 ，OK。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因为我今天布包拿到比较小的，我就让洛神花呈现在外面。Okay, 上，我们的菜啊，水滚了。我们来看一下，哇，你看这个菜刚好熟 ，OK。咦，好奇妙啊、我发现一点了，你看，这真的有一个好处。以前我们如果躺着一起的话，第一个茎还没熟，叶子已经软掉了。可是这样的情况是梗已经熟了，但是叶子还是挺挺的，不会让你这样软软那种感觉，而且颜色还是很鲜脆。对，你看，非常美丽。金刚菜，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把煮好的肉铺在很多菜的上面。是，再来一杯好喝的洛神饮。大家好，我是秉源。我们今天用的这个五花肉这个食材啊，它是真的能够做出很多美味的料理，但是五花肉大家第一眼就看到它有很多的这个油嘛，那另外呢，它有很多的这个胆固醇，藏在里头，大家可能也不知道，那吃多了的话，真的就是有容易发胖的问题啊。那另外啊，我们血管里头的这个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啊，这些血脂的这个指标啊，也可能会整个拉高起来。所以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做这个五花肉的料理的时候，我们加了这个红曲酒糟啊，另外还搭配了这个这个洛神花跟鲜楂做成的一个饮料来搭配在一起的话啊，是蛮有它的道理的。第一个，我们先来讲讲这个红曲酒糟。红曲酒糟原本呢、它在我们做料理的时候原本只是一个增加风味的一种类似像调味料的东西但是后来呢，有很多的医学研究证明说这红曲酒糟里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分它跟我们这个医师开给胆固醇高的病人在吃的这些用药它的成分是很类似的所以这个红曲酒糟这个天然成分呢，就能够有帮助我们降胆固醇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后来就有很多这个用红曲做成的健康食品在市面上贩售，我想大家也都有看到过但是与其吃这一些大量制造的这些健康食品我觉得是不如吃这种天然的红曲酒糟要来得好一些因为呢工业化大量制造的这个红曲的这个健康食品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必须要非常严格的管控要不然呢它在这个生产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副产品那这些副产品叫做激霉素那这个激霉素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肝脏是会造成一些损害的所以我才说与其呢要吃这些健康食品呢不如我们吃天然的这个红曲酒糟来得到这个调节胆固醇的一个好处我想呢是会比较安全可靠一些那么再来讲到今天的这个洛神花跟鲜楂做成这个饮料
其实中医传统就是有用这个洛神花啦、鲜楂哈、来啊、达到一个去油解腻的一个效果哈、哦。那么进一步的这个医学的研究也发现说啊，鲜楂它其实呢能够帮助我们保养我们的血管哈、促进血液的循环哈、所以呢对整个心血管来说呢都是有很多的啊、帮助。好，那么新的研究也发觉说呢，洛神花里头呢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它对于这个胆固醇的下降啊哈、会有很好的效果。好、哦，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洛神花跟鲜楂放在一起啊，好、作为一个饮料来跟这个五花肉搭配的话的一个道理就在这边。好、所以啊，除了今天跟五花肉搭配之外，在这边也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就是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哈、医生跟你诊断说你可能血脂高一些啦，或者是血管稍微有点硬化，血液循环比较差的话呢，你平常的时候啊也是可以照着今天的这个做法做一些这个洛神花鲜楂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啊哈、来试试看哈、那我想呢能够呢在除了你吃药之外啊哈、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你调节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胆固醇，然后照顾你的心脏跟血管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呢今天呢这一些食物的热量。九糟烧肉跟洛神鲜楂饮一人份里头呢，蛋白质含量是18公克，脂肪25公克，糖类呢3公克，纤维呢1.5公克，热量是309大卡。